啊，谢谢主席。我还是请教主委啊。好，有请主委。王主委，委员好。啊，在这个陆委会跟海基会啊，服务我们的国民，啊，我们的国民啊，这个时候，那面对中国对方他体制性的问题，他人为差异的问题，那我们这还有他政治啊特殊目的的这个问题，你们采取的原则策略做法啊，是不是可以这个跟本席啊稍微说明一下？委员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是指哪一个方面的？因为我是要问一般的。好，那这样回答委员好了哈，就是说其实整个在面对大陆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哈，其实陆委会跟海基会也不是单兵作战的哈，所以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安体系啊，包括我们跟国安局、国安会，大家其实是定期会交换意见。我们外围也有智库会提供一些学者专家的意见跟我们一起交换，所以当像委员有时候会关心说大陆的一些作为，这些作为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其实大概都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报告，好，然后也有机会在内部跟其他的部门做一些讨论。具体来比喻来举例的哈，好，例如说台商哈，这个投资受到损害嘛哈，那包括土地被征收，他们也是征收嘛哈，是，然后很明显的他的这个补偿不公平，那台商好，求这个等于说求救无门啊，好，那如果跟这个他们的国台办关系好的，他动用国台办某种程度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如果他跟国台办没有关系的，好，那大概就哑巴吃黄连，被扫地出门了。哦，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跟早期不一样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以前的中国地方首长，哦，地方政府，他们可以全权做主。那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有比较制度化了，而且中央也开始，哦，一条边进行这个，哦，所谓的这个有这个管啊，他们叫管理，应该是也是类似管理这种做法，所以地方的权限就没有那么大了。那第二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地方政府开始穷了，因为他举债举太多了，在长期 GDP 的创造竞赛过程当中啊，无效率的贪腐的啊，这种这个浪费形成他的地方负债很严重，那人没有钱就会赖债嘛，就会赖账嘛，哦，到处都一样啊，哦，美国也一样啊，哦，那台湾哦更不用讲啊，欠着你们多少钱，哦，对不对？啊，哦，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哇，各种这个情况不一的这种损失啊，这种差别待遇啊，啊，等等太多，那一定会找你们服务啊，或者自己找你服务啊。那我请教啊，光这一项就好，土地的被征收的补偿，我们的服务案件有几件呢？那个具体的服务案件个案，好，我们是有总数就好，总数有几件？来统计一下，这可能要请海基会啊，那一起上来吧，海基会来报告一下。现在是这边，因为台山要回来啊，台山要走啊，市长。哦，先利用这个时间，先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像投资纠纷哈，目前有这个投资保障，那很多，那我们不谈了，那个也当更复杂了。哦，为什么有这个台湾投资中国的受害者谁会在走街头呢？对不对？而且组织也很庞大呢。是，好，我们不谈这个，我只谈那个非常具体的土地的被征收补偿。那你服务案件几件？成功几件？好，谢谢这个席委哈。
有没有？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土地征收补偿不公、怎么处理的问题，那也就是图案这几件你我现在跟你报告一下哈，就是说因为这方面的纷争很多，也是投资的纠纷很多、所以我们才签了一个投资保障及促进的这个协议、这个投资保障及促进协议里边就特别对于征收补偿不公的这部分建立一个规范，以后都要完全公平的。那么对，那是以后了哈、因为、中国啊，中国是挑柿子短的吃的哈、那他对美国，你看，跟对日本哈、那对美国对日本早期跟现在哦又不一样，那对台湾早期跟现在又不一样，对台湾跟美国哈、又不一样。所以那种一党专制哦，一党专制的那个体系里面自然是这样，早期的我们不用说早期，现在台湾还也有某种程度是这样的、人治嘛，已经嘛是建立起了制度，已经建立制度，所以以往不问见几件，就问我问数字件数、我基本现在手都有没有啦，大家基本跟委员报告哈，那成功几件好，如果今天资料没有事后给我好不好，好 我们好，再来我请教哦，这个台湾啊有人犯罪了，那在中国受这个审判，那我们两边有签一个所谓交换，共同打击犯罪，不是交换判罪以后，他可以回来台湾，接受这个审判，在台湾关，有这个交换，有这个跨国接返受刑人这样的一个，他即使说在那边犯罪，被他们判刑所关了。那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交换把它回来，这边由我们的司法代为这个审判，对，重新审判执行那再执行啊，类似这样，因为两边的这个司法标准跟司法制度差异太大，你看在台湾主犯在台湾的主犯判得轻，在台湾的从犯到那边去以后判死刑，判无期徒刑主犯啊主犯啊，主要的主犯啊，在台湾判了几年徒刑而已，他的从犯到那边去被判无期徒刑，那如果能够回来的话，那用台湾的法律一定会大大的，这个减轻嘛，那有这样的交换啊，但是政府案件你服几件，那没办法的，他根本不理啊，他连那个在监的证明都不发给你。连那边在刑受刑在监的名词，他名词怎么样我不清楚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证明说这个人有关然后呢他有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呢透过台湾可以寄过去，连第一个他不出证明，第二个申请表拿不到他没办法签名那我们这边呢又不便民，应该透过他的家属透过他的写信就可以证明说他愿意回来台湾接受审判，接受这个处罚这个受刑那这样你法务部就要去努力啦，你要透过陆委会透过海就要去努力啦，结果你看这样好像有那个制度，我觉得那个制度啦是因人而异啊，是一种特殊的设计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啊，因为人为的这个执行面就不理你，你连再受连这个受刑在监受刑的证明都没有，连让你填表说愿意回台湾接受这个司法的审判这个处罚的这个意愿书你都拿不到，那表格都拿不到，那这边呢我没有接到你的申请啊，没有接到受刑人的这个主张啊，所以我没办法办啊，所以两边就互踢皮球，一个不理你一个装不懂，那我们的国民呢，不是他的国民呢，那我们这个政府干什么？两岸交流交流什么？交流的结果呢是让他更予取予求，让他把台湾国民的慢慢变成他中国法律、司法、行政管辖、实质管辖、有效管辖之一耶。这是你没有努力的。好，谢谢委员提醒。我想您刚讲的有道理，我们会去了解。好，这个了解的好。好，你不要让我们明代也跟中国建立私人关系就像连战。跟中国建立私人关系一样啊，那私人建立私人关系的时候，有些人晚节不保啊，有些本来就是，这个价值观念、思想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为了是吃台湾米，
你唔台湾水呢？佮无台湾心，无台湾情啊！吼、哦，会当谈就谈，会当跳就跳啊！甚至生两代、三代继续安尼啊！这种人，这种人还不少啊！那你期待说他代表台湾了？但这种人最容易被利用。哎，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好、哦，给我一分钟，拜托，我这一次到中国去，好、哦，他们这个很多讨论的哈、哦。第一个，我向主委啊、哦，你说，我向国人说，不用怕，他们不了解台湾，他们不真正了解台湾，啊、哦，我结论是这样子。另外，如果我们这边懂得如何提升自己，我们这种人民民间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早期的陈水扁先生啊，在中国的声望啊，甚至超越逼近邓小平啊。你去调查看看，他们的庶民社会，早期的这个陈水扁啊，电视、网络等等封陈水扁啊，两千年那个初期啊，后来不晓得你们两党怎么搞啊。把它丑化、污名化，我、哦、就弄哦，对的、错的、真的、假的，把它弄成今天，哦，就这样子啊，哦，这个记录起来，我是简单说，因为时间关系的。那为什么说他们不了解台湾呢？因为我跟他们智库啊，他们智库一字排开嘛，都是代表性的啊，三个智库啊，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哦，我说你们不真正了解，他们不相信，然后我说我好，哦，我问你，你答。结果他们答出来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网络的、报纸的。那台湾社会真正的他不了解啊，好、哦，真的。然后我再反问他呢，好、哦，我再反问他，他们说我们对中南部花那么多心血，用那么多资源，啊，怎么你们中南部对我们反应这样子呢？好、哦，他们好像很失望啊，好像很不服气啊。我说你搞买办经济嘛，人家美，我就跟他讲啊，你在美国来。不会搞买办经济，造成台湾自由竞争。你来呢是搞买办经济，分化台湾，好、哦，让台湾沉沦。好、哦，买办经济，哦，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解释了。来的话找你，我是偏偏呢，你找的，好、哦，明代有些是买票当选的，有些是呢以赌博为业的，包山包赌的。那你像你这在中国第三级、第四级那种。这么高阶的人来这边呢，在我们看来，你怎么找那种人呢？所以你自贬国格啊，好、哦，你自甘堕落啊，那你怎么会赢得台湾的民心呢？好、哦，那你从经济上买办经济，你怎么可能影响台湾的经济体系呢？好、哦，所以啊，他说农业啊，嘿，我就想天天讲啊，我们有80万公顷农地，20万公顷的休耕，你们努力了几年了、啊？你们帮国民党好了，帮台湾也好了，好、哦，嘿，花了很多资源呢、啊，我们20万公顷还是。还是一平方公尺都没有动啊，还是二十万公顷啊，整个体系你会有影响嘛？好、哦，时间是的关系了，这样讲啊，不要怕中国啊，但是我们今天怕的是这个政府，我很担心这个政府沉沦了、啊，谢谢。